只有族人才会关心。您吃得饱不饱？穿得暖不暖？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？殿下，宣城王府事后，圣王怕是已经怀疑到殿下身上。近几日来，我和聂首领已经暗中处理了几波宫内派来的刺客，想必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带了一队月影卫，还在渡口准备了大船，足以护送殿下，保殿下平安回到一月族。谁说我要回一月族？难道殿下甘愿留在圣国做入赘的质子吗？我想不通，这里有什么可值得殿下留恋的？一月族才是您的家呀，只有族人才会关心您吃得饱不饱，穿得暖不暖，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。危难时成为您的庇佑，挡在您的身前护你性命。殿下难道不想拥有受人敬仰一呼百应的人生吗？兰安姑姑，你说人是不是理当有思乡之情？思乡的确是人之常情。那我便返回景国，以慰思乡之情。不管殿下想去哪里，兰安都会追随殿下。你们的船何时能启程？已停泊在渡口，明日一早便可启锚。好，明日在渡口等我，我还有件事要办。是。殿下，想必他们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我带了一队月影卫，还在渡口准备了大船，足以护送殿下，保殿下平安回到一月族。谁说我要回一月族了？现如今圣王和景王都想要我的性命，这样的我即便是回到一月族，也只会给母族带来灾祸。只有回到景国，拿回本该属于我的那一切，我才有足够力量自保。他不是孤的儿子，他是怪物。明朗殿下说，质子最好永远也走不出这宫门。此行凶险万分，我不能赤手空拳，便随靖南安离开。与叶青羽厮混的那女妖，正可拿来补充力量。这个对我来说犹如牢笼一般的地方，真要离开了，内心为何会有一丝异样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今天天气不错啊。你放在校内下就挺好看的，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总会有人喜欢你，愿意和你搭话的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你乖啊，我们明天再选。叶希雾，你放开我。叶希雾，过了今日，你我便不会再相见了。